多热爱我们配天宫所有众神保佑力量的信徒一起来做个达成，还有配合来帮我们做个帮忙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现场所有朋友们呢，今天都要保持着我们最开心最虔诚的心意呢，一起来帮我们做个陪伴，让我们这一次父子配天宫妈祖之夜能够一起来画下最开心的盛会，还有呢，来抽出今天现场的电动机车幸运得主哦，在我们压轴的时间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好，那么女神降临也准备好了下一支舞蹈演出了，各位朋友，还记得刚刚呢？大家我都记得的，只有那一段穿着长裙。然后把裙子掀起来的那一段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这是我们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舞蹈演出。那我相信来自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国度哦，都有属于它的舞蹈展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走的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欧美风的感觉。第二段的演出，再一次呢，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女神降临。
还好老师们你们不是这个警察相关人员，要不然我们都会犯罪率会提高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觉得哎，抓我抓我抓我，被这么美的抓 OK 啦，还可以会这样转圈圈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感谢我们女神降临，看着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。好，这是我们妈祖之夜 Party Night， 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感受到非常多朋友的热情哦。那还记得我们今天最压轴的时间要来抽什么？来抽妈祖版的电动机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只有限量一台而已哦。要怎么来进行这个游戏呢？谁符合参加资格呢？来，我们这个参加游戏呢，就是你人一定要在现场，好不好？这很重要。第二个呢，参加资格是人人都可以参加，小朋友也可以参加，但是呢，如果是小朋友中奖的话，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家长来领取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电动机车需要符合我们届满18岁的人才可以领取哦。好，那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参加，请各位呢帮我们敬请期待。哎，右边的右边的，来来来 ，OK， 好，左边左边，来左边先，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后方，看起来也是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女神就是正面美，背面也美，零死角360度，通通都 perfect。对不对 ？OK， 来看着我们右边，来右边的画面镜头，丹杰库啊，我们这边的帅哥，哎，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耶。OK， 来看着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，哇，每一个老师今天都 pose 都摆得很漂亮哦，而且呢，我们配合妈祖之夜，其实我们的主题感也十足哦。希望各位朋友们呢都能够喜欢。站高高的这边的朋友怎么都没有拍？还是你们用眼睛拍起来，是不是？不敢不敢拍回去，被另外一半发现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女神降临，谢谢。很难得哦，可以看到我们舞蹈团队一边唱一边跳，还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，这是我们老师的实力，音乐上的实力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。